哎，小姐，你是来度假的吗？对啊。我是来出差的啊。哦。对啊，休息一下。嗯。啊，你有没有男朋友？你问这干嘛、啊？有没有男朋友关你屁事哦。哎，小姐。嗯。你是来度假的吗？对啊。啊，我是来出差的啦。啊，真的、哦。我昨天晚上啊，去吃一家餐厅，蛮屌的。我想说可以推荐给你，你跟你男朋友可以去吃。我没有男朋友哎。真的吗？嗯。这么漂亮没男朋友，那你晚上跟我去吃啊。哦。好吗？嗯。邀请你。